等一下不要不要，你不要动，我说你不要动。没了，没了，好，很好，很好。转，那什么东西？那什么东西？那什么东西？自己承认啊！我自己承认啊！我没有做过。再去写，等于那一包。对，好，捡起来。今天凌晨，本辖益民路发生一起凶杀案件啊，死者与这个叶贤啊，原本就有债务上的一个纠纷啊，于是今天啊，自身前来前往叶贤的住处啊，来催讨债务啊，没有想到引发这个叶贤啊，这个杀意啊，用持刀将那个陈姓死者啊砍杀成伤，经送往医院急救以后啊，不幸这个血流过多致死啊。那警方获报以后啊，立即成立这个快打部队啊，三分钟内啊，前往这个现场啊，将这个叶贤逮捕到啊，现场并扣得这个行凶的50刀一把。那全案啊，我们朝这个杀人啊来侦办。